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甜心。现在呢，在香港的中环皇后大道中，晚上的中环呢是什么样的呢？热闹吗？带大家一起看看吧。现在呢，从中环去首富李嘉诚家的长江集团的路上啊。看看晚上的长江集团是什么样的呢？这个时间点呢，中环街头没什么人的啊。到晚上10点钟以后呢，很热闹，因为这里有个兰桂坊酒吧街。现在呢是长江集团。前面呢就是李嘉诚家的长江集团中心了啊，整栋楼都是灯火通明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来波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